人均年龄风扇够大12个 cm， 全部304不锈钢，全部不锈钢304不锈钢 ，OK， 清洁。还有什么？304不锈钢，然后呢，打开这里，里面有一个灯的，里面有一个灯啊，里面有一个灯，当你喷润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看得到啊，你喷润的时候可以看得到，里面有一个灯，看到吗？里面还有一个灯，关这里一个玻璃，这个玻璃自带清洁，自带清洁，这是它的function哦，自带清洁。OK， 来空气，你要什么？来，还有什么呢？来，我要烤箱，我要烤东西。OK， 我要蒸啊。炖蒸咩？我唔知呢个咩嚟个。OK， 我蒸烤，哇，蒸烤系咩嚟个 ？OK， 这里啊，这里很多方向，慢炖啊，这些东西啊，空气炸锅也是有啊 ，air fryer 也是有，发酵啊，来，还有食谱，来，蒸鱼，今日我蒸鱼，咁蒸鱼，个鱼有几多 gram？ 鱼有500 gram， 按一下，15分钟啊，里面也是有的，里面有一个灯的，按取消 ，OK。然后呢还有什么自带清洁，来自带清洁。30分钟智能自动清洁，自带清洁，它清洁是怎么清洁呢？它里面给它那里面你们自带清洁要放它放水啊，这个要水箱要放水啦，自带清洁要放这个水啦。1.2 个 liter 可以蒸两个钟，你放满水 1.2 个 liter 的水它可以蒸两个钟啊。蒸 ，OK， 清洁也是要放水啊，这里要放水啊，要放水。然后呢，它会把里面，它会很热，蒸汽在里面全部蒸汽，然后把里面的肮脏东西啊，油啊，肮脏东西啊，油渍啊，洗油啊，酱油啊，全部软化。然后呢，你要打开，你要拿细油纸来抹，你不需要再喷什么药水啊，抹东西的去油的不需要了 ，OK。打开清洁了之后30分钟之后拿 wet 那种细油纸抹干净，有一些可能肮脏啊，真的是太大发呀，我在洗油啊，太硬油啊，你就拿一张抹一抹就 OK 的了。 OK， 它不能 100% 清洁到 100% 干干净净，至少可以清洁一个 90%， 对吗？还有一点点的肮脏啊，油渍啊，面包碎啊，鸡皮啊，那些要自己去清洁一下啦。 OK， 没有 100% 都有 90% 的清洁，也不就很省那个时间了，我们不需要再去喷东西抹啊，清洁啊，锅水啊，又要喷油水又要抹，不需要了。30分钟打开了之后拿细油纸抹一抹，干干净净了。 OK， 然后呢它有这个格子，这个格子呢超好用的，这个格子是什么？当你们蒸的时候，要打开个盖，嗰啲蒸汽咪跑晒出嚟咩？这里肯定是有很多水的嘛。一开门，这里就很多一塌水了嘛。来，这个是给你装水的啊。所以你一打开门的时候，它把这里的水全部流下去那个格子，啊。所以呢，不用弄到你的 table 要塌水。OK， 这个不只是这样子嘞，这个还可以用 APP。OK，APP， 你可以消毒你小朋友的那拎樽啊、拎嘴啊、起缸叉啊，这有消毒。我们马来西亚人很少用这个的 ，OK， 但是它有这样的方式啊，OK， 我们马来西亚人冇消毒噶啦，我哋马来西亚人哦，唔兴消毒筷子、起缸嗰啲咁嘅嘢哦，在外国他们很兴的，他们的家里啊，都有这种消毒砖、消毒起缸叉啊，去食嘢时啊，一定要消毒嗰个起缸叉先。在我们马来西亚没有这样的习惯，对不对啊？在国外啊，他们全部要做消毒的。OK， 来，你可以消毒那个餐具啊，消毒那个餐具30分钟。OK， 然后呢，自带清洁。OK， 这里清洁，你可以清洁深度清洁就可以了，你们做一个深度清洁就可以了。OK， 来清洁啊，要加水啊，要加满水，然后打开了来。wet tissue 抹一抹就很干净了 ，OK， 90% 啦，你不可能100% 干干净净啦 ，OK， 要自己再去清洁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异味啊，那种臭味就没有了，完全就没有了 ，OK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食谱，这里就有食谱咯。啊，要蒸面，我要蒸鸡啊，我要烧鸡啊，烧鸡 home 啊，先腌鸡先啦，或者先烧啲腌鸡先啊，挤啲柠檬啊。我哋食纸哦，看到吗？啊，你唔挤食纸，黐到成嚿都系咯，黐咗呢度成嚿都系咯。记得要跟你们，假如不会弄啊，你们要看一下食谱，烧鸡啊，烧羊扒，烧猪扒都系咁样嘅，系将个鸡换可以猪扒啫。
你们不要直接把那个盖酱放在这里哦，嚯，黐晒喺个板嗰度咯。OK， 哈，要用石子嘅，要再石子嘅，你们要看一看。有的，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的，第一次不知道怎么去用哦，都是觉得哎，系咪直头查咗个盖，查多少油，一路查多少油，然后再盖爬上去烧咧。错啦 ，OK， 佢要黐底嘅啲 stainless steel， 你一黐底就大碌咯 ，OK， 你个机又烂晒啦，一定要挤石子嘅，一定要挤石子，挤石子落去啊，挤石子就唔会黐啦，开始喷润就可以啦，温度、时间全部做好的啊，你的鸡有多少 gram 啊？啊，200 gram 有什么 ？OK， 就做好温度，按开始就 OK 了啊，这是智能的烤箱啊， 999，999，999，OK， 999啊，来读你们留言一下。还有什么啊？小米，你是小米正品吗？对，我们整家，我们整全部都是小米正品的，没有小米没有出翻版的啦。OK， 小米的这些智能家具没有人出翻版的，出不到出来这么翻版，又几十块的东西，几百块的东西，对吗？很少人去做翻版，翻版又用不了 APP 啊，对啊，又用不到小米自己的小米原装的 APP， 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可以用 APP 的。OK。来，CCTV 哪一个比较高清哦？你讲要高清的话，只有 2.5K 400万像素这个款啊，这款就高清啦。来，这个款